又又开的人类们说，今天呢我就收到一个 email 啦，有一条水呢，他叫 Derek， 他 invite 我来这个 Southern 的，就是一个类似 IT 的 dealer 啦，说他们里面有 feature 什么 brand 呢，他们有 feature ASUS AMD 联立，所以有 casing 有 graphics 有 processor， 所以我现在要去找 Derek 到底是找什么样子，我真的想看他是不是一个冷战、啊、Let's go， 所以我就走到这边了，然后我再找穿 AMD 衣服的人，其实真的很多，超级多穿 AMD 衣服的人，然后我想不到 Derek 是什么样子，所以我打算是 shout Derek 的名字出来。 OK， Let's see 我们可以找到他没有。哎， Derek， Derek、oh, no， 就是 Derek， 这个很像很特别哦，这个，哎，这个 AMD shirt 哦，什么，哎， Derek， 你就是 Derek 啊，今天是要做什么啊？今天哎、欸，我叫 Lex Q。哦哦 ，Lex Q， 所以是，哎哎哎，里面。啊，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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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这你哪是 camera？ 师傅，你叫我名字，师傅。哦，我叫 Casey。Casey。啊，不对，然后看一个球波。哎 ，Hello， 哎，叫我名字。Hello， 我叫小 V。小 V， 那你做什么，小 V？ 我现在是做一个 coser 来拍照。Okay， 你是 coser 吗？现在在做那个死亡笔记的秘藏。可以说来一下，来到这里，我看到还有一个，哎，还有标，还有标，来介绍你自己一下。我是肥猫标。你在那边做什么？我在那边来看你。哇哦 ，OK， 哎，这边有一个靓女哦，不要理啊，不要了，找另外靓女。哇 ，Hello， 你叫我名字？我在网络叫 Melody， 但是我的真名叫 Mandy。你可以去美术找 Melody 录的。I'm looking for sponsor. Oh man, 我们还有 Ryzen 的 Chocolate， 这家伙。Asus. 哦，有人生日。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玩 game 了一定要穿衣服咯、啊、I mean 不是你们玩 game 要穿衣服，是你们打 game 的 CPU 一定要穿衣服，是不是？给你们介绍几个神魂，哎，联立 brand 哦，可以跟我自我介绍一下。哎，大家好，我是 Ray， 我是 from 联立的。 OK， 联立现在有什么很特别的推荐？我们就快12月会 launch 一个 with Razer 的啊，听起来是什么 overclock 很厉害那个啊？那个是我摸的那个，那个是011啊 O 11 Dynamic， 这个比谁？它是专给 overclock 的，这里有它的那个名字。这个人呢，他就跟他们联立合作，他是一个 overclock 哥，算是很特 overclock 哥，他自己也是很多爱出风气啊，出风格。我直接找到 ASUS 的人了。哎 ，Hello， 来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 ASUS 马来西亚的那个 Nicky， 然后我是负责 ASUS 的那个 motherboard 的。听讲很像 LG promotion 哦。对啊，那么你有兴趣要买吗？介绍一下ASUS。最近有什么特别？纠正一下 ，ASUS。OK， ASUS 很多人都不知道。
道，其实 ASUS 除了卖 motherboard 一角之外，我们也有很多产品，比如说 LCD 啊、networking 啊、gaming 的 peripheral 啊， branding 很重要嘛。那其实你可以买完整 set ASUS 的东西， ROG 的东西，那我们就叫Power by ASUS， 就是整台机器组装整个都是 by ASUS 的。你有没有听过败家之眼？没有，我就告诉你，这个就是败家之眼。这就是败家之眼。对了，看到这个眼睛吗？망개교살인가到此为止啊！我是君，谢谢 KNSQ here， peace out， 下一个 video 见。